今天您也带了几位特别棒的学生，我们也让他们来说说看，就是跟您在一起学习到底有多么的快乐，好不好？非常好。好嘞，我们掌声有请四位同学，有请。赵老师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位同学。范怡然同学是我的第18个研究生，他已经调到了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，在那儿当领导，特别是擅长于水下考古。在没有跟我学习考古之前，他和你们五位帅哥一样，都是新闻人。哎呦，真的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，就是考古记者。同行，你怎么就干着干着不干了呢？这个就，我觉得我是特别特别幸运的。你是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幸的？赵老师不是说了吗？你们五个人做主持人就是白瞎了，白瞎了啊！在全国从事考古一线工作的，吉林大学是第一。然后我自己特别心虚啊，因为考古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学科。新闻记者也严谨啊？他不觉得耶？还是没有？我是觉得从一个娱乐主持人的嘴里说出这句话有点吃惊。是因为你还不了解什么是我心里真正的娱乐？对，真的。对。所以在我碰到老师的时候，我就把我内心的顾虑，说了出来。我没有想到这个得到了老师极大的鼓励和赞许。你看，老师极大的鼓励，也是来自极大，也是来自极大的鼓励。哎，对哦，这个什么南海一号或者什么什么的啊，会在水下就是有记录，那个是什么纸什么笔啊？我们觉得挺好玩的。我今天专门给大家带来了，可以在水下写字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请观众来试一下水下写字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长发美女就是你，来，欧弟已经瞄你很久了。如果是我选的话，我肯定是一个帅哥，是吗？我待会帮你选一个帅哥。对，航哥，我刚听到一个消息，他是刚考完的高那个娃的学生，高考生，你报的什么专业？来，那个欧弟，你写下你的地址、QQ 号、手机号码。这太奇怪了啊！写你爱我。啊？哦，他写天天向上，写的挺好。留个名字吧，方便找你吗？这个、挖掘美女的信息是不遗余力啊！我们考古的嘛。刘颖伦，好嘞，谁答应帮我请帅哥来着？好，帅哥，啊，那个好帅，黑黑黑黑壮壮，帅不帅？可以吗？这肤色很像我们干水下的，你也是不是？对，今年干高考的。你是报的什么专业？还没有填志愿。还没有填志愿，那你还想什么想？刚才看完这个以后有没有什么感受？有什么想法？想学管理或金融。好，那你下去我们再选。好，我们选另外一个。我建议让他体会一下，感受一下，他就改了。对，你到那桶里去，啊，放到水里啊。塞进去，往下压进去，压，写字，写，还会写吗？还，哎呦，挺漂亮的。这个是我们水下考古专用的纸张，然后它是米格的，是做一个参照，在水下绘图的时候用的。对，哎，我们能感受一下吗？不一样。你不怕失手？不怕不怕。韩哥韩哥，你的表，我是左手。哦。这纸我有兜。韩哥，你钱包，钱不用丢水里。哦。感觉真不一样嘿，所以我们所有出水的文物在拿出水面的那一刻，你心里会有一点点失落，因为它通常会变小了。哆啦 A 梦没有，他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他发现了哆啦 A 梦的残骸。哎，我们一人签个名送给观众吧。哎，这挺好的，放在马桶里面。我们每个人签个名啊，在上面贴在鱼缸里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我自己的衣服。来来，你写一个。如果你在水下工作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么介意水了。真的吗？因为你会从头湿到脚。没问题，我是在水里长大的。反正它跟在空气里面写字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它那种就追着你啊，对，然后有点小小的阻隔啊，力道跟那个都不一样。你们真的是很有学考古的天分。哎，天天向上也换了新主持人，汪涵、田园、刘颖伦、小谷、田峰。欢迎你加入，我们把它送给影文好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来来，送给你，送给你。关键是这个抬头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。哇塞！我要告诉你，国字级的。如果你大学的时候不在考古专业，这张纸自己就着了。这就是吉大的录取通知单，真的。考虑好了吗？换不换？我知道了。换。这几位主持人脑子都进水了。都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介绍其他的这些优秀学生吧。这个于怀石，怀石，今年应届毕业生，第33个徒弟。现在找到工作了吗？初步定下来了。也是做这个
对，必须的。考古工作啊，女生介绍完了，俩男生。这位是我的第十六号。我是2009年在那个吉大读博士毕业的，工作4年了，然后现在是在那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。您参与的一些考古啊发现啊有哪些您认为就是挺大的？2012年挖了一个金川刘家寨遗址，这个刘家寨遗址是在今年4月份刚评到了一个全国十大考古发现。那个学考古的人他们看地跟我们看地不一样吗？会不会有什么职业病啊？你走路可能不自觉的就把头往下看哦，然后勤俭持家。哎呦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经常捡点东西，持家吗？持家的根本。这位呢？这个是目前最小的一个徒弟。你是到湖南来实过习？对，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在湖南省博物馆实习。我是担任这个讲解员的工作。来来，您就在中间来一段，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军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湖南省博物馆来参观马王堆汉墓的陈列。那么下面大家所看到的照片就是具有东方睡美人之称的马王堆女尸，她是西汉长沙相国代侯立苍的夫人，她的名字叫辛追，是因为在夏天吃了甜瓜触发心脏病而死亡的。看来老太太挺能吃的。我觉得你当老师也挺好的那种。对，口齿很清晰。当教授必须得有博士学位。努力。我们今天啊，把这些我们说的是冷门专业，带到我们节目现场。其实很多专业有可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，我们今天也特别希望通过老师，还有通过几位学生去辨析这样的一个专业，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是。对，也要感谢那个北外的师生，同时我们也要祝愿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有一个很好的成绩。是。祝大家学业有成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是的。所以在这里还要感谢 TCL 钛金变频空调对特步天天向上的大力支持。下载湖南卫视电视互动手机客户端呼啦，加入特步天天向上节目公会，找一找谁与你同在。同时呢，要提醒大家不要转台，接下来就是中国最强营冠军之战的无缝链接，千万不要转台。本期中奖观众是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。